请，请，请先手上，消灭他们！ 飞机已经炸毁了，我们听到枪声就赶过来了。日本人生化武器也没有销毁，销毁了，让本野拿到。好，太好了！火警兄弟们，多留下，马鲁军弟兄们掩护里医生，快撤！快撤！快撤！我参谋，保住我！快撤！不走了，尽快撤！我不走！ 快撤！枪声打得好凶啊！他们怎么还不出来？怎么办？急死人了！他们凶多吉少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兄弟们，跟我上，走！不行。 谁都不能去，再不救他们全死光了。是啊，这里是去往机场的必经之路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里接应杨连长。万一我们走了，鬼子来了怎么办？可李医生他们还在里面。有人来了，谁？别开枪，是我们。马山主，李医生他们，是他们，是刀哥。怎么样？ 找到了，汤队长牺牲了。什么？老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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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汤，老汤，我告诉你啊，那是因为我们八路啊，凡事都讲一个理字。对，有理有义嘛，有义才能行天下。咱俩是王八对绿豆，看上眼了。汤玉珠呢？李医生，玉珠没跟你们一起？啥？汤玉珠没回来？那假子跟他在一起呢？老参谋和那些国军兄弟也没撤回。马山主，老汤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的这些人交给你了。谁还有手榴弹？快把手榴弹都拿过来。你跟我一起走，无论如何把汤玉珠和王参谋他们都救回来。是。我来。石头到。给我记着，这是日本人制造生化武器的确凿证据，你就是豁出性命也要把他带回大后方。连长你放心，就算我豁出性命一定把他送回去。生男，你和大家一起走，这次牺牲太大了，作为指挥官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不能扔下任何人，请你服从我的命令。好，我服从命令。杨连长，只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，大家一定注意安全，要活着回来。放心吧。崔医生，走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走走。谭大哥，我跟你去。太危险了，快回去，快。杨连长，你们保重啊。一峰，一峰，服从命令，别任性，走。马山柱，再给我两个手榴弹。手榴弹，保重。出去！准备车辆，我要亲自督战。嗨！哎，站住！哎，干什么呀？快走！站住！哎，不是。哎，玉珠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能干什么？哎，玉珠，我跟你说，大舅哥不是战神吗？指定没事儿。那倒是。还疼吗？快走吧。
Back！ 他们从那边跑了，快追！嗨，八路在那边，跟我冲！雨珠，夹子，雨珠！哎，好呀，好呀，他们俩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啊！不行，我要先死掉再吃。走。啊，敌人！隐蔽，快快！电力尼布，不惜任何代价，咬住夺取样本的八路。知道了，全面搜索。嗨，来，准备全面搜索。混蛋，当面了，那这闪电不暴露目标吗？嗨，走，走，快！那俩什么人呢？是夹子他们。哎，夹子！是我。大哥，杨连长，你手怎么了？旁边有日本人。没事，没事。人多吗？不多，就几个。别开枪。可是我们，别再犹豫了，这周围都是日本人。你刚才不是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吗？啊！马山主，马山主，树林里好多日本人，才有一袋烟的功夫就到这里了。别再犹豫了，全是日本人，不上神山你们还能上哪儿去？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行，崔医生，我们跟马山主上山吧。李医生。可是杨连长他们，小石头，到，你在这儿等着杨连长，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我们上山了。好，姐，连长说这东西是日本人的罪证，你们到了神山，一定要把它藏好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交给我了，哎，我拿着。慢点，哎，跟我走。好，走。春楠姐注意安全，大家跟我走，慢点，跟我走。
殿下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通往离城黄崖洞的所有道路全部封闭。那么，请阁下马上联络其他部队包围神山。神山，还有，现在一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，一定是他们逃往了神山。 报告将军阁下，前面路太窄了，我们将无法通行。命令，全体下车，不许前进。嗨，改令。怎么还没有动？再等一会。快点！ 将军阁下，这里是临时指挥部，我们的围城在秦平村神山脚下。汇报战备情况，所有参战部队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发动进攻。哟西，渡边，渡边在哪里？将军阁下，渡边昨晚对我说，他要带罪立功，现在已经带着部队向神山挺进。渡边这个混蛋毁了我的蚂蚁行动。 叫他回来，叫他回来！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。哎，将军阁下，他们没有拿无线电，我们恐怕联系不到他们。就这些了吗？这还是攻打清平村之前。 赵四和杨连长他们弄的，我们现在已经被敌人包围了。一场恶战是必不可少的。算来算去，我们才50多个人，就这些可不够啊。大不了跟这帮畜生拼了。马山主，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，一定要智取，要以己之长，克己之短。李医生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 日军初来乍到，就跟沙子一样，而我们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。我们要打游击，把日军的精力耗光，然后再找合适的时机突围出去。对呀，游击战。哎，要是老汤还活着就好了。 马山主，辛苦你带我到山里转一圈，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地势情况。好，我们走。将军阁下，这是我们在攻克太原时缴获的关于神山的书籍。哦，据书上记载，神山上有大量瓷矿石，经常会发生一些铁磁现象，因此百姓称它为神山。每当有重大节日， 他们都会有祭祀神山的传统，用来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这些愚蠢的郑国人，不过他们说的对，这确实是神山，它可以为帝国源源不断的提供我们积蓄的铁磁矿产。哎，将军，请看，那里就是神山。
李医生，你看，这些工事呢，还是杨连长他们修的呀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就凭这些，怎么着也能跟日本人拼上一阵子了。我们就把这儿作为我们最后一道狙击阵地。你看，那座山峰，这独峰可是咱们神山最高的山峰了，山后就是万丈深渊。马山主，我记得你们这里还有一道鬼门关是吧？对啊，你说的是吸魂崖吧？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走。在那儿，是他们的主峰，叫独峰。独峰？哎。哟西，那就是说，只要把他们堵在毒峰之上，他们就无路可逃了。哎，毒峰易守难攻，但是在我们无敌的皇军面前，那简直是不堪一击。将军请看，这里就是西魂崖，也是他们说的鬼门关。这里，对，我们只要闯过这里，就可以把他们逼上毒峰，一举歼灭。报告将军阁下，秋田部队发现摧毁蚂蚁行动夺取样本的中国军人已经逃往神山。哟西，他们果然去了神山。命令，所有部队向神山一带集结。哎哎，看看，这里啊，就是吸魂崖了。前段时间杨连长他们就是在这儿栽的跟头啊。哎呀，现在都是一家人了，不提也罢。李深一，看看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啊？太好了，这些石头完全都是天然的屏障，这里地势复杂，进可攻退可守，这里可以作为我们狙击鬼子的第一道防线，祭台可以作为第二道，神山山口可以作为第三道。哎呀，李神医呀，厉害呀，你比我那视野小诸葛还要厉害啊。可惜他跑了。哎哎，我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刀枪不入的秘密。看着啊。你说这神山啊，他怎么可能刀枪不入呢？看好喽。哎，怎么样啊？这拿不动吧？这是磁矿石吧？什么磁矿石啊？这分明是山神爷在显灵嘛。对，这神山一定会保佑我们。趁着日本人没来，我们赶紧把这几道防线部署好，怎么样，马山主？好，没问题。山神爷显灵，我马瑞山要带着护山队在此杀日本人，为死去的乡亲们和兄弟们报仇，求山神爷大发神威，庇佑你的子民，让我们刀枪不入。日本人，怎么还有八路和国民党？准备！哎，别动，别客气，是我们，我是杨成。杨大哥，快去禀告马山主，杨大哥他们回来了。好。胜男，杨大哥，唐大哥，妹子，没事，我们成功了。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我担心死你了。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啊，我回来了。没受伤吧？没事没事啊。玉叔，都挺好的。挺好的。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我哥呢？
呢。玉珠，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你哥的牺牲了。不是回来了吗？是吧？对不起。他是战神，他是不会死的。我亲眼所见，他是不会死的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上次他是回来的，是不是？不会死的，他没死，是不是？妹子，哥，哥，是你吗？是我，是我，真的是你吗？你怎么才来？让哥看看。你怎么才来呀？傻丫头，我还以为一辈子见不到你了。哥，玉珠，你不要命了？玉珠，玉珠，干嘛？我怕跟上次一样把你给丢了。胡闹！日本人抄了后路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我就得跟着你，必须跟你在一起。老唐，老唐，老唐，这是亲妹子，发那么大火干嘛？肝火旺啊！李大夫，扎两针，加个球。行了，行了，走，撤。我，丫头，在这干嘛呢？一晚上没见你，反正也睡得着，就边采药边等你。贵丫头，想哥了。嗯，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。再也不想把你丢了，哥。你是不是跟火头说，合着脚聊日本人生化武器的事儿？我从小跟你们打游击、送情报，你们俩干什么，我都知道。别想瞒着我。天天惹你们生气，这下你们俩清静了吧？你看，给你俩拿来了最爱喝的酒，边光顾着喝，你腿不好，火头说腰不好，天冷的时候擦擦腿。
兄弟，把酒喝完，一路走好。夹子，给哥磕个头吧。会照顾好玉珠的，这仇我一定给你报。谢谢你一直保护我们，李大夫，别这么说，保护你那是我的职责。唐队长，你还想跟我说什么，你就说吧。我想对你说，我。我去查岗，我去查岗了，啊！唐队长，盛楠，我还以为你，你还好吗？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唐队长，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军人。哎，我说老杨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上这儿就一定有好事，你可别吃独食啊！没问题，这回啊，清平村这盘爆炒日本人，老规矩，咱俩一起下筷子。你放心吧，也未定，也未定。老伙计，和日本人决战的时刻到了。你放心吧，好好歇着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了。准备！敬礼！
什么战术？哼，又来这招，真是愚昧！那些人冲上去，杀了他们！ 我们都走向了战场，哦，心疼你的倔强，勇敢无畏，笑迎沙场，那是因为有你在身旁。